好，来到了这个马祖南竿的这个贵宝地的天后宫，那现在啊也是这个良辰吉时，我们特别在这边举办的这个开镜的仪式。那今天非常谢谢刘县长，还有连江县的秘书长，然后有这个文化处的吴处长，再拜，三拜。政治情势跟国际情势真的是像一句桥牌啊，那非常的精彩动人。那特别1995、1996年啊，在那么庆幸在马祖啊，那时候汪志伦正在高登当地，我那时候是卫生局局长。的确啊，我们回想那段时间，真的是非常的这段时间啊，那那段时期的那种氛围故事啊。能够借由影集啊，能够传承下去，让更多的年轻人，让更多的国人或者是世人啊，能够了解这种的情形，我想是非常值得、非常有价值的，一定非常的精彩、非常的动人。那国际天拍摄第二季啊，在汪制作的一个领导之后，还有魏先生，在马祖这么多人的帮助，军民合作的帮助下，我们终于促成了马祖的故事。这个前线的军或民的生活是什么？啊，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台湾观众一段全新的记忆。那在此代表剧组，感谢各位长官的支持，谢谢。谢谢。哦，大家鼓掌。哦，好。谢谢。较大声的，一二三，好来。